仲記得啱啱接任主席呢個職位嘅時候，有個記者朋友問我，我心目中完美嘅機場係點樣？IAC 是機場的大佬，我的責任就是要確保整個機場運作如常，不可以受任何影響。講完每班機每個客人，我都有責任確保他們的安全。第一客運大樓全室宣的，發現一件沒人認領的可以行李。打風落雨不要緊，最重要不要行雷閃電。這裡有個導遊不見了背囊，裡面有20個客的 passport。總之你記住啦，一蚊都唔可以俾少，每個月都要準時嚟見我。我都話呢件事唔使理你咯，我唔該你以後唔好再理我啲私人事。我希望見到機場入面的每一個人，無論他是旅客或者機場員工，他們都是面帶笑容。非常日志，我以為同甘共苦的感情會是無堅不摧，誰知世事難料，一場意外令我變得一無所有，我唯有用盡方法補救。雖然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成功，同呢个男人结婚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，可惜被人破坏了。我真的好嬲呢个女人，但我不想输，求下你不要抢走属于我的一切啦。人到中年，事业有成，仔仔可爱，但有两个女人令我好烦恼。一个是同我奋斗半生的原配，一个是陪我走出人生谷底的红颜知己，真是情义两难处。难道件事又去翻七年前咁？再见枕边人，劲威威嚟食，一家大细争住食。等埋等埋，我哋公司 IT 部唯一嘅负责人赵一鸣，条片片长15秒，15×24=360。佢叫钱大海，大老板，人称老虎狗。张图 P 嘅，吓 P 嘅，整个 copy 俾我。得，我先去搞掂佢。大前生，继续把七宗，要查咗主谋。咁你谂住点查？唔系我查，系你查。我查？你个个都有嫌疑，一个个夹硬偷赵三伟。个女翻挞寒酸前男友，我唔同佢讲废话，佢要报警啦！个仔背住公司另起炉灶，佢毒死你噶，诈骗机啊！你好诈骗！条女仲衰，直头移情别恋小鲜肉，搞男女咁开心。原来奇英遇上小子，除咗火星撞地球，我即刻出飞仔啊！飞仔仲撞出好鬼多火花，简直系夸啦啦啦！我中意你。神奇小子，保安局已经定性今次的事件为恐怖袭击，已经有一批雇佣兵来了香港。今次你叫做杀手的身手，仲见过杀夫案的雇佣兵。破解呢堆加密信息是唯一可以阻止呢场恐袭的方法。而家怀疑你同一宗恐怖活动有关。今次的事件相信是由龙英社在幕后操纵，边个犯法就拉边个。我都未惊过啊！棒！本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悲剧。救命啊！就嚟放监至嚟逃狱，佢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。你讲大话！你怀疑我哋屋企嘅内鬼？有时正同邪，好与坏，中间做好多灰色地带嘅。我哋唔应该做朋友。以后不要再跟我提结婚两个字啊！你真的不多点。生物的本性就会尽全力去逃避曾经受过的伤害。这些通通都是基因要控制我们的把戏。我爱我老婆，我要见她的。老公啊，你终于来了。你保守，我要全世界陪葬，全部人即刻离开这里。逆天奇案二。
有人话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永远唔会缺席。不过包专员嘅信条啱啱相反，似你嘅正义并非正义。上庭即系要受害人嘅家属再次面对丧亲嘅伤痛，还原百分百真相，抚平受害者伤口。所以我真正追求的可以还原翻整件案的真相，安抚到受害人的伤口，不是咩88%、99%，而是100%真相。我认罪。镜反射触角，是恩赐定是诅咒？你能够感受到人哋嘅触觉，甚至系痛楚，你又可唔可以感受到人哋嘅情绪嘅咧？就是因為你有鏡反射，就連殺人嫌疑犯你都走去共情，你唔覺得咁樣好諷刺嘅咩？你有啲咁嘅怪病，連你嘅親生老母都怕你喎。你幫好多受害人伸冤，係因為你個病逼你做好事。但如果你個病係逼你做壞事，我諗你衰起上嚟唔會好得過幾多。抽出一切真相。反其道而行，非常检控官。我是律政司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包希仁。Julie， 今日天气预测？今日日间最高温度25度，入夜后温度是20度。Julie， 导航，我要去工业村。继续直行，前方100米后转左。Julie， 帮我打电话俾俊朗。5分钟后有凶案发生。Julie， 帮我打电话。你将会成为下一个被杀的目标，凶手就在你后面。死亡信息来自未来，定系来自不为人知的神秘力量？夺命提示。哇！头先六套猛剧咧，真系强强联手，令人非常期待啊！直头系高手对决啦。咁其实咧嚟紧 TVB 咧，仲有好多剧集咧。是齋聽個劇名咧，都好想睇啊！係啊，未贏分別有強勢回歸嘅《巾帼枭雄師》懸崖啊，有柴狗黎耀祥火拍住胡定欣啦，《亂世烽火中》再抱曾榮歲月，仲有企業強人啊，陳豪、譚俊賢兩位師弟聯同龔嘉欣、張希文繼續喺商場上面以虞我詐，仲有反黑英雄有我哋陳山聰、袁偉豪、張振朗孖住姚子玲、朱晨麗上演最驚險嘅反黑任務。萬眾期待《法證先鋒六》，幸存者的救贖，黃宗澤、袁偉豪、蔡傑、鐵三角再次聯手，一起偵破最棘手的奇案。哇，套套都份量十足喎！喺呢個時候大家都好期待噶啦。喺呢個時候，不如掌聲歡迎我哋一眾劇集嘅演員出場，同大家見下面啦。不如俾啲氣勢我哋在座嘅客户聽啊，好唔好啊？準備好啦，嚟 TVB 繼續創新，追求好戲。